HR 是问你能用英文给李雷写一封信吗？你怎么回答的 ？Yes, I can。不是，我答错了吗？你没答错，我题出错了。啊，嘿嘿，你给我出去站，趁早去那边付小件得了。钟离合，慢慢说，给油。啊，我压线了吗？你没压线，我把线画歪了。不是，你去对面驾校看看。啊，那还能让我回去吗？嗯嗯。都给人，那个小胖子，你说回来，多等不及了。来个地中海，跟上跟上。呀，你怎么不急呢？没穿队服也就算了，你哪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呢？嗯，漂亮。电影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就写个观后感啊，800字。张岩老师，哎呀，校长，活动组织的不错，那必须的。那你写个总结啊，10000字。